一次性使用无纺布口罩。那么这个口罩呢，是三层口罩，民用口罩，双色。那它可以过滤这个细菌呢，高达 99% 哦。那今天我要做一个测试呢，是一个吹蜡烛的测试。在这个新冠肺炎期间呢，我们需要的口罩呢，是一定要能够过滤空气中的这个细菌的哦。来，我把口罩给戴上。那么呢，我把蜡烛给点上。这个口罩它有三层，中间的那一层叫熔喷层。那熔喷层呢，一定是不能够透风、不能够过水的啊。这个为什么呢？就是要让我们穿了这个口罩之后呢，我们能够不把这个空气中的coronavirus 呢吸进我们的肺部。我们做一个测试，吹气是代表什么呢？这个是不透风的，蜡烛是不能够熄灭的。当我脱下来，轻而易举的就把蜡烛给吹掉。那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，可以联系叶子，我把电话呢都写在这个 post 上面，你们可以联系他。量大的话会有优惠哦。